101年，我就有信心跟我朋友说，我们这台圣说实话论话，我们在中央的参税每一年都在急速的增加，但是反而缴的越多，我们被减的地方配额款也越多，这里面是代表一个，我是一个努力的孩子，我在继续的打拼，我有创造财务，结果我交出去，我没有分到我应得的财务，反而帮我减少。当时还有苗栗县还没有发生财政困难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财政说中话法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到了104年，财政的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整个苗栗县和一个很大的风险，我把10年以来苗栗县缴给国库税年年增加的情形全部显示出来。另外我做了一个，我们每年创税，我们的地方统筹分给我每年减少，税捐官员收到这份报告也不相信，那我会请我们国会办公室再跟我调查，完完全全一样交给他们。最后包括财政部2个礼拜回应我们这个资料完全正确，在这个资料完全正确里面，苗栗县财政部大家特别注意一条，如果关系到苗栗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免配额，其实大家不了解这个用意，在也是我国会办公室想出来，也是政府官员要帮我们解套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在这么财政的困难，负债这么多，苗栗县各种建设能持续推展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条款，大家没有他点出来，我也把这个事情忘了，现在点出来再把资料记录调出来，我也希望乡亲来了解他一个做事情很做事情的一个民意代表。那这个推动的